好大的豆腐沙，哇，高师爷啊，哦吼！突然有金沙出现，海钓船船长跟钓客惊呼连连。我抓蛙进来，哎，你想抓蛙进去，蛙起来跳了呀？金沙在船边徘徊，悠游自在的样子，似乎也不怕人。就连钓客试图把手伸出去，这尾金沙也想靠近。哎呀，崩溃掉啊！你把它崩溃来呀！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金沙还能互动，船上民众都好惊喜，而且金沙还一度跟着海钓船移动，似乎不想离开。高雄海钓船22号从南寮渔港出海，巧遇金沙，过程长达15分钟。豆腐沙都属于比较深水域而已，新达港就比较有可能。无，反正我敢讲，阿伯走甲规世人唔要看咱只金沙，你要金沙，你得爱昆定的外围。金沙通常被称作豆腐沙或大憨沙，通常长到10公尺。这只目测5公尺，应该年纪还小。目前被列作濒危保育类，是禁止捕捉。屏东或澎湖海域才有机会目睹这只金沙，疑似从菲律宾游到台湾。这次罕见在高雄外海亲眼看见，还亲人互动，实在太难得。记者洪富仁高雄报道。金牌水神生成机呢，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小。通往水神生成机呢，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、更安心。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？来，中天的观众朋友、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独家享有这个好康，请你上快点购，数量有限，你要买要快。